大家好，今天4月19日中午，我们在内布拉斯加的莱辛顿听一下 Master 周深，穿得很像绅士啊，小绅士。Say a prayer. 英文完全没问题啊，有语言天赋。太棒了，他这个高音特别，而且是轻轻唱的时候就有触摸人的灵魂的地步。我们虽然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，我们现在也可以感受着周深当时的震撼，而且听歌学英文学外语也是一种很好的。周深展示了自己多元的才华，语言的天赋，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。法语，他展示了许多的语言，很棒，周深。
我们是你美国的歌友，让我们一起来为周深加油吧。